在这个月，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工作，也就是向月球去发射卫星的这个工作，那么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已经解决了，比如说路线已经确定下来了。这个可能一般人都听不懂，您能不能解释这部分是什么意思？关键性的技术已经解决了，比如说路线已经确定下来了，这个可能一般人都